Yes. Such an interesting museum back in its heyday. Now it's just a place propped up by rusty nails and rumors. A place you wouldn't dare your worst enemy to go into. 总之，听说这以前这地方在以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博物馆，但是我后面什么都没有看到。好了，该来到这里了，法官小屋。This abandoned place isn't so abandoned after all. 也许这个被放哎，警车哎。I hate it when I'm right. Why is it a police car? In here.为什么门被自动关上？所以我不能走，对不对？哎，可以。Nope, wrong way. 现在哪有没有怪？好，看不到。该不会 Rest 是整个故事的源头吧？哇靠！妈的，烂结局了。结果他把那个小女孩载来这里，哈哈哈哈哈哈。哦、靠北我又会掉下来，那又不是实心的，也不是实心的，那不是鬼可以走的吗？尘归尘，土归土，家人应该走过去。哦，快结束了，照这个收集量应该快结束了。哎、欸，这我不能走，啊，我可以传吧。哇，头塞不过去，头太大，不能。虚是虚吧？来看一下。虚 ，Who does the devil's dance show drop and crack and sweat？SWY and 什么 upon the rope the devil is 什么 to pay 陈贵臣土贵土中川贵一是大小没怪吧，检查一下没怪，有没有要解收集品吧、啊、没事可以晃一下，有事就不晃了。这里还有另外一段 ，Unnatural bridge， 非自然的桥 ，of ghosts and flesh you have harvested saw as I， 不是 as I， 嗯 ，a friend you cut with string with this full flesh until you made your Rightness end 啊？这什么丧心病狂的内容？我觉得最后的转折说不定跟我猜的一样，是 Rest 做的。然后他可能想要。说不定他老婆的死，哎、欸，有吗？说不定他老婆，然后 Rex 的姐姐的死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某些因为某些莫名其妙的元素，所以原因，所以 Rex 就把所有的女巫都杀，所有的灵媒都杀了泄愤，这样。也许那个灵媒当初在讲案情的时候不回答，不与警方合作之类的。Let man beware who keeps so full. 让人类注意那些 who keeps
让那些愚蠢的人类注意的委屈方案。Han benefits his win. She cast her spell upon his soul and weak dances 什么什么的信标。看不懂，好难哦。对，他写在这里，我还是看不懂。To reave a land of nature's guilty， 好吧 ，judgment hour， 审判之时。哎，这桌子怎么看起来好光滑，好干净哦？结果是小女孩做的，看那个小女孩这么厉害 ，mega key 哦，哎。你的回忆画面里面根本就没有出现小女孩啊，这个太假歪了。这里是不是收集品的？我看没有、欸，那你做这个搞得跟迷宫一样。嗯，我是不是要往回走啊？我走错边了。哎、欸，不是这个这一间吗？哦，这一间啊。嗯？哎、欸，我来这干嘛？哎、欸，看一下任务。哦，找到上楼的楼梯，所以是在楼上那一间。楼梯在哪？我刚错过了吗？什么意思？我再看一次。Find the upstairs room with a light on， 找到楼上有灯亮的那一间房间啊，不就是这间吗？啊，不是这吗？这不是灯亮着吗？咦 ？So， 我是不是少了一个触发？我是不是用船的船到它荡掉了、啊？我先用楼，我先走楼梯，因为我刚刚是用船的，我用船的船上来，我是不是少了一个触发还是什么？没有办法让这游戏进行。哦，谢谢谢谢谢，有怪。哦，对，楼下，哎、欸，刚刚有怪吗？还是这间隔壁哦，这间还有隔壁哦。Holy shit! Look at all this crap. This is. 哇塞，这三小。Fresh paint. This one's just been done. The witch who her own mother self in fight. She'll meet her death like so many other, and leave both realms this very.今晚 ，Fate Stay Night， 今晚哪里有问题 ？Oh no, that's about joy. This looks like the Bell Killer's war room. 这是他的作战室。I should check this all out. 那个字什么意思 ？Through 什么意思啊？来自于他老妈的 himself， 他自己是 himself。Fight show me her like so many others, and live for friends。就在今晚了、啊，今晚叫今晚哪里有问题？不是今晚，哇，这个字好清晰哦。Third hand victim 是吧？第三个被吊死的受害者发现了。
他有分类每个人的死法，哎，是吗？所以 ，Rose 跟 Eris 是在胸口碎大石哦，底下还有另外一个，底下这是什么啊？哦，烧死哦，这个是 Eris 啊，最左上角这个是 Eris， 旁边那个脸看起来像不知道。然后这个椅子上头的人是小女孩在哪？哦，左上角那个是被吊死、被淹死的小女孩。然后女主角是哪一个？我都分不出来。Personal item， 个人道具、个人装备。今晚上演的是凄惨悲伤的故事。哇靠，这傻笑！在之前的杀人记录。哦，为什么会动？该不会我等一下要变猫跑出去吧？看感觉，哦没有，我可以走过去啊。Holy shit， 隔壁有。哦，这一层有。哦，这一层刚刚有啊。看，这下尴尬了，我他妈又要打怪。在隔壁吧，应该在隔壁。那待会再说了，我们先不要弄死自己，然后我们先把这一关解了。The devil made me do it. 啊 ？May a sentence defeat the bread of the changes he uses. Tortures murder. 是恶魔逼我这样子做的，所以。Wait. Similar murders, multiple killers, decades apart. Is this a string of copycats? A conspiracy? 这是什么阴谋？所以他是复制某个些人杀人法术。What was that？ 谁回来了？哎哎哎，那里有怪，别这样。对，你这不是搞我吗？怎么躲啊？老外面好啊！所以我现在要，我先把怪灭了，好吧？这两个这么近，没有乌鸦怎么解？哇靠！这两个一定的吗？这两个相距不到5公尺啊！不行，我觉得这样不能打，打就死定了。不然至少是要前面的一个转头的时候才可以。放弃，放弃。有乌鸦？哪有乌鸦？哦，我看到了。不是啊，我根本就看不到那只乌鸦。那距离，我要在视线内看到那只乌鸦，我才有办法哦。那我要先去触发那只乌鸦，在不被发现的前提。没有，我根本就不是，我没有一条直的视线可以到那个位置。这里可以啊。对面那只也是乌鸦吗？在哪？我是不是卡住了？我在这。没有啊，乌鸦叫我不理他。
玩错啊 ！Get Young AYS， 你不？我应该会赢他吧？我看他好快啊！哦，靠北！欸，他跑了！欸，他走了！我以为他会硬把我拖出去。呵呵。哦，谢谢谢谢谢，先喘。回去了，回去了。看我这里好像 QTE 啊！我开始查这游戏说，除了一些币，我开始查说这游戏需要 QTE 不算多，我以为是剧情取向，妈结果还是打怪。帮我再触发一次乌鸦，然后叫他跟他拼了。去抓啦，快点去抓啦，去抓啦，去抓啦！那边还有一只乌鸦，那个点应该也是有一只乌鸦吧？我把它过去了，不行，哎、欸，没有路啊！它是不是下一栋是往右啊？这样才看得到他的面相。在这一面吗？我没有按到，切！我以为我按到了，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动画到底是该按到，我可能要重来。烦呢、欸！就你按了之后，他一样都会尖叫，那你就不知道你到底是按对还是按错。不是，我指的是你到底有抓到他还是没有抓到他。还呢？我们还在过这个。启动。没有你在鬼面前的时候，它都会显示害的。哦，他这里有乌鸦，哇靠！哎、欸，好像哦，没有被鬼发现不会显示害的。但是你有时候抓他的时候，你也会触发害，然后就说，看我这些到底要按哪一个，然后下面就爆炸了。嗯，这是我上来下去上来。那我现在要去哪？嗯，Oh my god， 对哦，这里有怪。哇！一只一只来，从这只乌鸦开始。啊，这面墙还不能走，妈呀，那就是左边这只要先接。对不对？妈，我要疯了！有，我刚存档，我刚自动存档了。因为往这个方向走的方法，我知道，我先往这个方向走，我先去乌鸦那个点。那我这样看着乌鸦，我也比较好解。干，这也不能走！哇操，这可以走，这有没有哪一面可以走？这可以走吧 ？Why？ 我也是老江湖啦，这可以走啊。这也不能走，所以只有那一面可以走。
都可以走，不行，所以只有这条路可以走，这里也不能走这里啊，所以要再往前才可以走啊，再往前这里就有，这里有一只哎、欸，这个房间会有一只哎、欸欸，等右边那只走了，然后等左边这只过去，我说你可以拉拉看，太多了吧，视线内就看得到两只哎。哦，弯错了，弯到 A。Shit, a million. 我们直接先过吧。你不能从他正面抓他，你一定要从背面，你从正面你会死掉。干，不要过来吧，干，不要、啊、同学。吃饱紧睡。其实也不一定自己怪要打，我说不定可以绕过去。我怎么又回来了？他妈！因为紧张就会按错。然后第二个是 Steam 手Steam controller 的手把的位置不是很跟 Xbox 360稍微有点不一样，的确也有人跟我们上次也在讨论手把的时候，有人说这个容易蛮，有时候歪那个位置会蛮容易按错。他是往这转头，哦，干，这样不能按啊，完、哦，然后过地形，如果他过地图了，你按是没有用的，这是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手没有办法伸过，也不算伸过那面墙，听起来很奇怪，但他就是不让你按。所以我才觉得，干，这个他妈整我啊！这样，烦、欸！我就说打鬼很浪费时间啊，你又不能不打，因为他们大部分都锁在，都很接近你一定会经过的路上。这是一个蛮烂的设计。在这个游戏的里面，我在想要不要不打，能不能不打去过那个。因为这样也可以啊，可是最后上楼的路应该在这边，
就是有其他乌鸦，乌鸦都好远哦。可以用闪现抓，可是闪现刚好跟他的这个能力，就是侦测能力相违背，因为侦测的能力必须要在墙后面。如果你今天视线内看得到他，你就看不到他。位置嘞？哦，切！他妈的！就我在视线内降反而是看不到他的。哎呦，看，好像可以用传的方式传到他，就是在鬼魂中对传的方式找到他，可是可以耽误。这件事情不麻烦，但是。但是你很容易不小心按下去就按到。我是不要死了，我再掉血。你说为什么不能传到后面去的时候出现？因为害的还没结束之前，你也不能打鬼。我刚死了。结束了。我可能把我咬死了。不行啊！哎呀，浪费生命。讨厌这无意义的设计。不是他那个可以，他那个不动好像可以让他离开。可是你在害的期，在必须要。应该说，在被发现的期间，你是没有办法到他后面抓他的。看我抓一只，要被另外一只抓。我好像在玩大克少啊！怎么现在怎么变成这游戏？买一个游戏可以玩15个游戏，现在还包含了大克少。干将来得及吗？来得及，不行。就如果你要传送，你要看着你要传送的地点，可是你看着传送的地点，你就看不到鬼。你就因为你直接看着鬼，鬼会像这样，只有一坨橘橘的而已，只有一点点，所以你看不到他的视线，你只有这样才看得到他的视线现在看哪里。烦耶！我一直留下一堆遗迹。左一刚一直在瞧视野，是因为这样，因为我要看到他到底朝向哪里。左边那个可以先杀了，我记得这个时候。我看，为什么？进得去吗？进去才会活下来，没有躲进就死掉了。完了，我还被打一天哦。
不是乌鸦，你要看，你要乌鸦也要看得到乌鸦，可是这边又走不过去，你只能到隔壁那一间，隔壁那间有两只鬼在那边跑爬照，你根本就过不去。不把左边那一只解了，右边那一只就是过不去啊。等右边的两只转头的时候，一只会背对我啊，所以这个时候抓是可以的。哎，看，他不是转头吗？威胁喽，靠背啊！好，结束了。我看我刚第一只到底怎么杀了？这样不能啊！你跑不赢，你不能被发现啊！第一个要求不要被发现，不然你可以赌不会被发现。嗯，不一定不行，说不定可以 stealth 过去。不是，好像有些地方会不能走，像这里就不能走啊，这里就不能走啊，要有那个。这里好像可以抓这一只吧？哦，那这样可以。剩下应该可以用乌鸦接。看，别过来，大大别。剩两只了。看乌鸦在这里，好近哦！我刚应该可以偷偷用乌鸦。剩下的乌鸦在哪？啊，你比这群恶魔好强的有一个地方是他们不会看穿墙，但是你可以看穿墙。然后他们在移动的时候也不会穿墙，但是你可以穿墙。其实他们也会穿墙，只是他们不知道要穿墙而已。干，这也是太难了吧？这样子要触动那一个乌鸦，哎，有办法吗？先等了一只转头，先等近的这一只转头再说。兄弟，然后你开鹰眼视觉的时候，你也会看不到建筑物。转头，可以吧？啊，他们两个都在同一间呢，妈呀，这好难抓、啊。看时间点不好，我怕被左边那一只发现。剩一只啦！终于我们到了这个时候了。不要看我，同学。等，这个跑感觉是会出包，先等一下。大大，不要再聊天室，不是。就跟他打付钱啊，马哥！你别说我做有点同事。等他转头，我们待会再等他一轮之后，我们再冲就好了。看直接上妈重来怎么办？人生已经重来很多次了，不要再重来一次了。冲啊！出去左转。耶、yeah! ！怪打完了，检查一下，给怪打完了，上楼喽。因为一定要走这，所以你一定要把怪全部秒了，不然你会走不下去。人？啊？Cellar history sorcerer is way to the white cellar and holding cells. 啊，去地窖哎，酒窖哎。每天上班要下线下，你可以在
上班的时候看台啊，他也不认真了。Oh my God! Oh my God, Bastard! I should have been the one that stopped you. So,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发生什么事了 ？Bastard! Why'd you do it? Why'd you bring back the witch trials and kill all those innocent girls? Me? You think I'm the bell killer? Are you insane? 你傻瓜了吗？ Never killed anyone. 什么？所以不是你。What is this place? We gotta get out of here. Oh, we gotta get out of here. All of a sudden, we're buds. 现在我们又忽然又是兄弟了，同学。你要告诉你这，告诉我这里发生什么事情。所以 ，Who kills you? So who killed you? The bell killer, you idiot. But I didn't get a good look at his face. 运气不好，没有办法看到他的脸。这个人应该不会说谎吧？这伙是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都死了，他还说谎。Where's the killer? 所以杀手去哪了 ？No idea. He could be anywhere. But when we fought, he said something I didn't understand at all. 他有人我还没有搞懂的。The killer actually talked? Not much, but I think I hit a nerve. I told that bastard he'd be dead soon. 他很快就会死了。I already know death. And then something about his.Instrument of death will kill again tonight. My instrument of death. My instrument of death. But he kills different ways every time. I don't get it. Yeah. 死亡会再度重。We gotta figure out what that means. 啊，居然是小舅子吗？所以你在这干嘛 ？What were you doing here? Following a lead. Following lead, okay. 我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个案子。Cassandra.Working with me, and we figured out the bell killer is hunting me. 我们知道了 ，Bell Killer 在猎杀灵媒。At that point, we couldn't let it go, even after Rex demoted me. So that's why you're at the museum. 这是为什么你会在？该不会真的是 Rex 吧？即使哦，光头被以为他放弃了这个案子，结果那个 Rex 就砍他，就当他降职。Do you know where Cassandra is? Is she still alive? 你知道 Cassandra 在哪里吗 ？Last I checked, yeah. I took her to a safe house outside of town. 我把她带离了这个城镇。Oh my God, she's alive. 哦，她还活着。Sure, she'd be dead too. Joy would be freaking ecstatic. He shouldn't end up alone.不好说，有人说谎，曾经不说谎，很多人这里也不能自我介绍。这样，昨天主角是被枪杀的吗？不然身上那七个洞是用牙签捅出来的吗？他是串烧吗 ？Sandra ever bring up her daughter? Wouldn't shut up about her. We looked for Joy for days, but it was too risky. Cassandra has been begging me to track Joy down, but I haven't found her yet. 我还没找到她。I can't believe this. Joy's been helping me tonight. What?Figures a cop like you would need help to get this far. You mean like what? The help you got from her mom? 你说小女孩帮了上忙，那你还不是找她妈帮忙 ？What are we gonna do? I'm gonna quickly check out the cellar and come up with a plan. 看，不需要看好英文啊，就是呵呵。总不会这尸体是假的吧？是我要干嘛？这去了 Silver Key 的 trail 哦，在地窖里面找到杀手留下来的痕迹，哇，酒窖哎，好棒哦！不入地窖焉能睡觉？一出地窖惊动万窖，妈个找不到！所以光头也不是凶手，该这故事里面登场的角色没几个啦，这里面登场角色活着的也没几个啊，要么是小女孩，要么就是 Rex 啊，要么 Rex 是个畜生，要么小女孩是个畜生，就这样。哎呦！哇，底下还有哎、欸！阿鬼，你谁？
么？这啥鬼？会不会是 inside prison？ 监牢里面还有一个监牢，俄罗斯娃娃。哎呦！啊，收集品，法克，我以为有什么东西耶，没有。哦、oh, ，我看的本子太多了，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被扑灭的蜡烛，火光啊，应该是光 light。阿贵，你谁啊 ？What was he doing？ 他在干什么？一，呵呵，说话看不懂，是真的是什么意思啊？帮助 police 的请求 ，judge 审判，应该这个吧？这个吧。剩下两个人吗 ？Please 请求 TSTN 什么意思 ？STN 玩游戏学英文哦，坚定的、严厉的、严峻的、严苛的。指责跟指所以应该这个吧。试试看啊！对了，那在这个。You claim righteousness, but you know your guilt and cannot deny your punishment is due. 啊，你知道你有罪，你的罪是没有办法赦免。你这畜生，这样你什么谁啊？哦，他是那个很有名的假法官，不是很熟。哇，水鬼，太近了，同学。请问阿贝格林他在这里做什么？一玩，二休息，三监禁。唱歌跟 planting 什么意思啊？请求，所以是这个，这跟这个。You stood for justice. How is this just? 你代表正义又如何？完蛋了，找到啦，这是答案。哎，不对啊，我怎么才找到两个？所以这里应该还有别的东西，蜡烛。哎，这里还有东西。它有些这个不好对，就是你已经看到它了，然后你要对上去，你才能发现证据。The bell， 谁在这里画了这玩意儿？为什么地下室有钟？这可以用没有？所以就是什么贝尔实验室哦，贝尔对上哎、欸，监禁用的床，这个不用啊，这我发现过，这这有吗？看你站得太近了，同学，这有吗？这没有，所以应该算结局了吧？所以地下室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一个人指着另外一个人，关于不知道，看少一个，感觉还是少一个。这个看过啦，那就剩这个啦。这我玩了这么久，第一次听到他有音乐，真的真心不糊。我少了什么？法官都是，这是新手教学，就是那个、啊、最早被留在这里的那个女巫啊。可是理论上，这游戏的设定，鬼没有办法有很强大的能力影响人啊，只能玩一些猫狗不如不之类的东西，所以理论上不应该不会最后结局是什么谁附身谁，然后妈个把谁弄了之类的，这结局太烂了。所以应该是现在有的活人，可是现在有的活人列表没几个啊，还是什么强项招？真的吗？这才一半，凶手都快出来了，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应该是要打大架打架了。
好，所以我们先再想一次这个问题。好，所以这里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嘛，然后剩一个啊，这个吧，这个或这个。凯吉哥，地上有什么痕迹吗？没有。我原本以为是这个哦，这个是哎，妈，我刚刚没看没有，所以应该是这个跟这个吧，跟这个吧，跟这个吧，我觉得这个关联还是比较大吧。这个跟这个的关联哪有比较大？我刚看这是没有，这几个都是刑具啊，所以这几个应该都没有关系吧？这个吧。哎，对了，马尔科。Righteousness, but you know your guilt and cannot deny your punishment is due. I thought you stood for justice. How is this just? The courts are not a place for your murderous whimsy. 我以为你代表正义，这哪门子的正义 ？Of those innocent souls you executed through false accusation of witchcraft will exact their righteous justice. 他讲得好快哦，看好难哦。False accusation? False accusation, 错误的指控。What is that nonsense you draw? My mark will burn like a brand in the flesh of this town. If it takes me to the ends of eternity, I will personally make the bell toll for every witch in Salem. What? The guy who killed me is Abigail. Huh? 那个小女孩是杀手。How is that possible? 他说我的这个图案将会。I gotta get out of here and figure out how to track her down. 看没有听到掌声笑。我们可以从精彩重播。You claim righteousness, but you know your guilt and cannot deny your punishment is due. I thought you stood for justice. How is this just? The courts are not a place for your murderous whimsy. You are a corrupt heathen.The families of those innocent souls you executed through false accusation of witchcraft will exact their righteous justice tonight. False accusation? What is that nonsense you draw? My mark will burn like a brand in the flesh of this town. If it takes me to the ends of eternity, I will personally make the bell toll for every witch.In Salem. Why? The guy who killed me is Abigail. She might be the bell killer. How is that possible? Abigail. I gotta get out of here and figure out how to track her down. 所以，他说，好像。好像是那个小女孩一直错误指控，一直指控其他人是女巫。好，所以这个人代表正义的一方哦，难得公投是代表正义的一方哎，像 S 战警一样。所以这个小女孩一直举报其他人的家人说他们是女巫，然后她说你的错误指控将会，因为她说 innocent family 啊。他说：“所以他自己真的是女巫？哎、欸，不对啊，他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他说：“我后来要将成为这些所有的女巫都被烙，将被烙印上这一个图案。”这样，完？我现在有点宕机，我现在不知道人生是的方向。请问 ，Rex 回去了吗？他再也没有接。Rex is missing. It could be going down right now. Where'd you take Joy, you asshole? 所以 Rex 是坏人。Where would Abigail take Joy?
吊死。那个女孩是女巫。剩这个啦，这个啊，我干还要再猜两个，哇靠，怎么那么难？怎么还有三个答案？首先有小女孩的画面都把它选上去就对了。没有更新的，我看错了 ，What？你 clue about the location that's getting it? Why? I don't know why. 哦，Enchantment of death， 重现死亡。因为那个小女孩是被吊死的，所以她要把那个也吊死。为什么要把她吊死 ？Instrument of death, meaning her death, where she was killed. The gallows at the museum.Hang on, kid. I'm on my way. 你不要搞出怪物啊！你这畜生。所以为什么那个 Bill Killer 会说我会重现原一样的死法？哦，什么？我不用打怪了吧？你不会把怪重生吧？你不要玩游戏。哇，这个转折不错啊！是最后你就他妈的给我解释清楚，为什么一个人附身可以这么厉害？你给我他妈的翻视野，你给翻译翻译什么叫惊喜？惊喜就是我学会闪现了。哎，这不会是收集品房间吧？哎，进来这房间干嘛？等一下，设计一个房间只能闪现进来，然后里面什么都没有，妈个！噔。我是哪里来的、啊？我走这。哎，不会吧！妈个烂结局！我以为这游戏最后是结局是很科学的，呵呵，一个主角是鬼的故事，跟你妈讲开科学，听起来谈的都是笑话。这里，对对对，倒回这里。我刚好跳过怪吗？没有吧，我应该都有打吧，所以我应该不用重新打。所以摆地上，啊？地上有收集品，真的假的？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哎，这哪一间啊？虽然我对于收集品有点半放弃状态啊。给我被卡住了，我走不进去，他妈的！哎、欸，这不是这一间吧？对、okay.。哇，这房间好，这游戏好多收集品啊！放弃。走了，不玩了，不找东西了。没差，反正我们到时候再研究剧情就好了。全程就找完，好像要再多花四个小时吧。做再多花两个小时吧。一楼是比较怪啊，还是一楼怪打完了？你看，我按了不是吗？两点呢，是不是应该要打完啊？这感觉就最后一章啦，我们什么人都弄死了。活着的没几个，算一算，吓我一跳，后面的傻笑。又到了加油站，哎、欸，我没有这过了，
就剩 Rest 啦，不然还有谁？那又有一个转折，原来是这个记者啊！我就知道记者没一个好东西。我说游戏里大家不要在意。就故事最后是那个记者说：“妈个，我们没有新闻素材了，说我们把大家搞爆，这样我们才有新闻素材可以拍。”赞哟！Deserves to be murdered, and when the psycho trying to kill someone pretends there's some grand justice behind it, that just makes it all the more twisted. 干，这里又爆炸了！哇靠！干，这叫怎么过啊？先找只猫来用啊！Save Joy， 我看这里根本就是被恶魔踩满了。这一场，那个老江湖当然是用飞的。哦，真的是 Rest 哎 ！Joy， Ronin， help！ Not another step. No, not you, Rex.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her, Abigail. Oh, but it does. For 300 years.We have executed the witches who corrupt our fair city. Down there, let's go. Those who try to mask their demonic contract and leverage powers they should never possess. Just like you have. Don't you dare compare me to her. 你怎么能把我跟她相提并论 ？Put your hands up. Help. Don't do anything stupid. Hands up. Stop what you're doing. Hands up. Do it now.Abigail, stop! Oh! 所以他的那个鬼可以附身后做事哎，看我附身就是个废人，我只能读人家档而已。VIP 玩家真是不一样，干我被恶魔拉了，干表演 QDE 大大不绕。This was you. 上下左右 ABSY。I want you getting closer to the truth. Ronin, do something!Hold tight, kid. I'm on my way. Gen, 他有倒数计时哎！我操！我做什么？刚他 ？What can stop Abigail？ 你妈是爱你的，你妈你 partnership， 我们是好朋友。你应该没有的 ，Jolly Surprise， Powerful Scream， Powerful Scream， 大声尖叫就对了，干，爽啦！啊、然后可以占用 Rex 的身体，然后打他这样。什么六五四三二一？妈的，我要干嘛？大大告诉我，你他妈！哇，看来女主角爆了！妈的，干我要干嘛？失败！他给我五秒问我要干嘛？我要干嘛？冲过去拉他这样吗？我不知道我要干嘛，快想，这可以跳过吗？啊，可以 skip 哎、欸！哇靠，他提供 skip 哎、欸，好吧，我们 skip 吧。快教你吼就对了，看吼在哪里？可是我刚瞄那个。瞄那个男的，那个男的不让我按啊，可以吗？这次秒数应该多一点吧，19秒我只花了2秒、欸、那
我们趁他技能 CD 赶快上，这样我说的是。可以吗？干不行啊，不能付啊，应该是冲去拉他吧，我猜。The time is upon us, Abigail Williams. No. You scourge of Salem, it is time to pay for your sins. This can't be happening. You want to use memories against me?Two can play at that game. 啊！看，玩到跳过了。我以为是 QTE， 我就按了。重来。不行，不然我没有看到那段剧情，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当时 QTE 就按了，我哪知道你他妈？我也是看到就按啊，我哪知道那是不是 QTE？ 那这个也按了，好不好？你他妈不 OK？ 你不能怪我、啊，我已经被吓了一整天了，好吗 ？Screen 在哪里？不是放在虚拟。现在有算秒数吗？没有，画面上没有秒数啊，看应该不算吧。这个，啊，这可以跳过了，好不好？我们直接冲过去抓他，然后再看这个。这里开始可以看了，因为再来是问答就没事了，我可以不要按。时间到，终于轮到你了，你这畜生，该付出你的罪恶了。那个人戴帽子是不是因为他是光头啊？而且他还在刚好在这个推下去的时候，然后我按下去出现一个那个，然后我想说干这傻小。Truth about your death, but I still don't know the truth about mine. 我了解你的，我了解你的死亡，但是你不知道我的。Did you use Rex to kill me? Did you use Rex to kill me? 你用 Rex 杀了我吗？ Rex was my most influential. 他们互相影响。The most respected, the most feared official in town.Oh my god! Rex是这个镇上最有影响力、最什么的人，所以我当然是利用他。How could Rex have done it? 为什么 Rex 可以这个样子？若是说他的杀手的眼里有蓝色，是蓝色。我并不是每一次啊、哦，光头也是。我并不是在每一次你们在聊天是不是？我并不是在每一次的谋杀都用同一个杀手。好吧，你为什么使用 Baxter？ Why did you kill Baxter？ 你为什么杀了 Baxter？ I eventually kill all the killers I use.The ones who get close to the truth.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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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那你为什么要杀了我 ？I wasn't close to the truth in the apartment. I wasn't one of your killers. Why did I have to die? 我在宫里面既没有经历任何结局，我也没有人杀你。哇、哦，看他那个眼睛翻白眼。
所以他也是其中一个杀手。Oh my god！ 所以为什么湖边那个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非常害怕他？我干，该不要按 QTE 吧？如果我走不了，你也走不了，大家一起下地狱吧！我看他爬出来了。既然他应该要升天了吧，他应该要发光了吧？哇，这个女的还掉在这里耶，怎么办？哎、欸，我、哦、干，妈个，你吓死我！We all got a dark side, sometimes obvious, sometimes not. 我们每个人都有黑暗面，有时候很明显，有时候很显，以及有时候并不是。We keep our dark side hidden. 如果我们幸运的话，我们的黑暗面永远可以。但是法律上 ，Rex 是杀手，但she would never press charges. 法律没有办法真到真实的结果。对的 ，she would never press. One thing's for certain. She's a better person than I was at that age.A kid who deserves forgiveness. She's paid her dues. And committing a few small crimes, searching for your mom, well, even the coldest cops would forgive those. Mom. 哦，所以他妈没死。Hasn't been a bell killer murder since the night. 字幕太慢了，我都听到一半了没。But the case never officially closed. Our memories fade.我们记忆会逐渐逝去，然后时间会治疗一切。Salem will move on and find peace. Salem会再度回归平静。Death repays debts, my father always said. Forever, I believe that. Truth be told, this life ain't over until you're honest about what you owe. Set everything right. Settle your debts.Only then can you move on. Ronin. Oh, 他开始看到他可以回去见他老婆了 ，Julia. Ah, GG. 23, 2点23分，还可以接受了。所以，剧情到底是什么？我最后没有看懂。趁着他在放这个，我来查一下剧情最后到底是什么。看，我没有看懂。所以谁是坏人？那个小女孩是坏人，是毋庸置疑。那个小女孩干嘛那个样子？那个小女孩到底被指认的部分到底是什么？
没事，这个人讲的都是屁话。有没有什么结局可以讨论一下呢？大大有没有结局可以？结局到底是啥小啊？看一下国外的。啊，我看一下中国的，干，中国的网站看不懂。他好安静哦，他妈的整个放这个没有任何音乐，没有任何音乐，我们现在超无聊哎，怎么办？我现在到底要怎么样撰写所有我想要写的东西呢？我需要有没有维基百科啊？有 Wikipedia 来看，偷看一下 Wikipedia gameplay， 所以 ，Oh really？ 嗯，这里。Ronan discovered Bella's corpse. It's a ghost to reveal he was murdered by a bell killer while secretly still investigating the case following his demotion. He also suddenly had in the basement flashback until has been poisoned there before he was his execution can as a punishment for killing several innocent. 对啊，这里是对的啊。那我说的没有错啊，他的处决是 can as punishment， 是作为他指控许多 innocent people of witchcraft， 指控了许多无辜的，指控许多无辜的人使用巫术而受到的惩罚，而导致了他们的死亡，导致那些也死亡了，而在盛怒之下 ，Abigail。是这样念吗？Drew a bell symbol on the floor， 在地上画出了一个铃铛的符号，而且 swear that she will never， 他永远不会停止，直到这一个铃铛的标记出现在 Salem 这个地方 ，Salem。这个地方所有的女巫上面 ，He believes they made a contract with demon to gain human power。他认为他跟那些人跟恶魔下了契约来获得这些非人类的能力。没有，可是那个小女孩是女巫吧？因为她不是被误认为女巫而死吧？她是在被误认为之前就她是在被误认为女巫之前，我觉得以故事的角度而言，她真的就是女巫吧。对不对？然后她来破坏和平啊，他一直指控别人是女巫，不然他怎么会有那个能力？不一定，因为他的死的原因是因他被吊死的原因不是说他是女巫，而是他指控了一堆无辜的人被认为是女巫。我看我这有没有对于这个的讨论？哇，看这个还有关非官方。哦，对啊 ，Her lifetime whatever or not she knew it， 就是although it's not clear if he had some sort of spiritual power when alive is implied that she may have been。你怎么还没跑完啊？到 special fans 应该快结束了。This implied that she may have been an actual witch。在他在世的时候，他或许真的是真正的女巫，不论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
某些原因，虽然这游戏没有相应的解释，但 since so relaxed over people supposed practice witchcraft will cure father use it to his own village force her invitation by drunken turning to regard a personal enemy can report that 折磨他，让而且举报那些他的敌人，所以烧的比看到别人死。Century is a cruel fellow, so close to her unto the near end of which。所以是，哦，所以他或许真的是女巫，因为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细节是我们在医院，是医院吗？的时候，他在墙上画的那些东西。不是不是，她就是女巫。故事这里的维基百科里面写，我非另外一个别人写的维基百科里面没有说到她到底是不是，没有说到她，也许她不一定知道自己是女巫，但她受询问她的其他的认知非常接近女巫，因为这个版本里面写的版写内容就是她就是女巫，还没有结束，哇靠。还没有，但这都代表了，就是从他会那些能力来看，包含他在墙上会画的那些符号，有就是我要讲在医院那一段，我不是会在墙上看到他画一堆莫名其妙的符号吗？那个或许也代表他正在，他还在练习巫术相关或者是之类的东西，因为我们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会觉得。那个跟在前面我们接触到的其他东西，或者是反正是witch相关的东西，非常的接近。应该跟我理解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她就是女巫，然后她用女巫，她自己是女巫，但是她疯狂的，哦，等一下。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真的假的？我看这没有中文翻译，大家救我，大家救我！这不是有中文的吗？艾碧该威廉斯那小，就大概是一个乐团。哇 ！I try so hard, I come so far。哦，塞勒姆神巫案啊！所以这故事的重点在哪里？哎，这玩意是跑了一圈了，还是还没跑完？这玩意是不是太长了？
所以他的故事背景到底是什么？是萨勒姆的女哦，结束了！天哪，我们终于看到最后一行了。哦，这里啊，这里似乎有一个比较……是说女奴的，哦，啊，看这个啦！好，我们找到线索了，各位同学看这就对了。啊，这个就是答案了。真的有阿比盖尔这个人，阿比盖尔是啥小？应该是讽刺这一个，也不是讽刺了，暗示这一个人啊。他自己不一定是，他不一定是女巫，就在这个版本游戏的版本，可能他真的是女巫，因为他居然会那件事情。但是，真实的版本他不一定是不一定是女巫啊，好丑，激起年代是啥小？我看的是这个吗？啊，好丑！这样吗？好，哇！看不到我了，就这样吧。大家自己加油。他暗示的这个角色就是阿比，就是那个反派也是叫这个名字嘛。他在这部剧里面，但是这是真实人物，因为真实人物的另外一个是没有。没有中文翻译的，所以我们就算了，我们就懒了这样。对，他这个人是当地的一个年轻小女孩，是剧中的反派角色。他是曾经是某个家女佣人，然后在他跟男主角通奸不知道什么东西之后被发现死。对，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举报所有讨厌的人，就是关于他就是试图利用小镇的恐惧达到自己实力。他指控一大堆的女巫，你是女巫，对，甚至扩展到指控小镇上所有那种居民。最后他指控了他讨厌的那一个人，这样，因为这故事的重点就是这一个，这个，对，然后真的有这一个人。如果只看 Wikipedia 的话，真的就是这个人。然后这个应该是剧照啊，这应该不是真正的样子吧？但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设计跟那个跟游戏里面那个长相的设计是一模一样的。对，然后her cousin is the first. Eleven years ago, he was living his uncle. 跟他的叔 uncle 叔叔婶婶，不知道在一起。然后他，他的错误指控导致了20 deaths， 就是至少造成了二十个人被无辜的吊死啊。So we found a guilty, but only one of it was a Tula. It was a confession God. Good was handed, so a dying point. 然后最后的结果是，反正他指控人里面，对啊，他跟他叔叔联合指控，联合劝募的附近一大堆人这样。总之，就是一个利用女巫神女巫打到一己之私的畜生，这样。可是那个没有讲到他干了什么事啊？我也刚也在看那一个，可是那个没有讲到他做了什么事，那个有点讨厌。什么？因为他那个故事的讲法是阿比盖尔威廉斯也是，哦，是他的子女跟他的帕里斯，哦，被指控故意死，
哦，主要是因为家族争斗，所以他就先指控对面是女巫，指控完之后再指控那个乞丐，再指控完那个乞丐之后再指控另外一个路人，再指控另外一个路人之后再指控别人，反正就控了一大堆，控八控孔控孤立控控控，反正就把人家控爆了。然后如果法庭上有任何人替女巫讲话，他也一起把她控下去。反正最后控了全家控到爆炸之后，总之是控了20个人。但他们最后还是掉了3个人。那没有写结局到底那个人怎么上去的，但是总之那个家伙，总之那个女主角就是一个呵呵啦，好，就这样。总之以前总是对一些东西不了解，难免有意外这种，然后有些人就会利用这种方式，就跟神棍一样啊，他就是神棍的，这个就是二周目啊，没有吧，最厉害的是他死掉之后还会变超强，妈的，大家都只会尖叫，这不会这打 NG Plus 应该没屁用吧？这顶多就把收集品全部收集完了，就是你去打一些，这里还可以出去吗？可以吧？可以啊。Need to find another way. What？ 不能出去了吗？那我可以传吗？不行。哇，他的最终决战点，如果你进这里，你就不能出去了，所以不行。他不让你，你没有办法出去再拿起，再从你收其他的收集品任务了。不过我应该不会想收收集品吧，有点懒。啊，好了，现在2:42，再弄下去就睡不着，就久没办法睡了。但是最后先讲心得好了，不错，是一个蛮不错的游戏啊，很。所有的桥段都很，除了我真的觉得跟恶魔打架这件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他就是浪费你的生命而已啊，大量的浪费你的生命而已，就某些关卡一点都过不去啊。对。这个可能是我觉得那个设计上比较可惜的地方，因为你跟恶魔打架不是说我今天在练战斗技巧，然后某些关卡我用它，不会啊，想想也不会啊。想想也不会啊，那到底为什么要做这种桥段设计，我就是不太理解。然后，如果不记这个的话，剩下的那种情节的设计，比方说你会学会如何调查，你一开始会学会如何穿越门，因为那个小女孩会教你，你会学会如何穿越门，你会学会如何调查，然后你会学会你可以做其他事情，附身影响人的思考，或者是读人家的想法。这游戏第一个小小的缺点是一开始的 NPC， 大概是一开始做比较认真吧，后面就随便啊。一开始的 NPC 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桥段，比方说我们偷偷潜进一个人家里，然后有3个人在那边打。有3个人在那边打扑克牌，然后你可以读每个人心思，知道谁比较有一个男的一直放水给另外一个女生，因为他们两个都想追那个女生。这种很细节的这种巴勒设计。对，我觉得那个是这个游戏一开始最好玩的地方，就你可以去读每个 NPC 在想，可是后来问题是他们 NPC 做的不够用，所以你就会看到同样的想法的 NPC 一样走来走去，就他没有了剧情，我觉得比较可惜的。那再来是支线任务，在游戏中有不少，有4个还5个吧，5个算多了哈。
对，比方说第一个收集品那个不算支线，但是收集品你可以把收集品在我心里不算了，但你可以把它当支线，因为你收集完可以看到别的东西，就跟在哪里杀几只一样。然后有些剧情是你可以帮助某些无辜的灵魂、无主灵魂，然后帮他解决他生前最后的难题，比方说到底是谁开的车，到底谁是那个三宝，或者是到底他男朋友到底还爱不爱他之类的这种事情，就有几个桥段可以解啊。我第一关有地方没有解，是有一个女的找不到自己的尸体，那里我没有解。就你是不是坐在你公公外死磕为艾尼克斯，应该是有可能吧？对，然后后面的 NPC 都是白板，这件事情让我比较生气，就到底要干嘛、啊、这样。再来是想想看还有什么？恶魔传送绕路可以附身猫这件事情蛮有，这可以附身猫算是这游戏最有趣的地方吧？就你是人类灵魂，但是你需要附身猫，因为猫比动物比较好操控一点。所以 Rex 跟男主角 Rex 跟那个。在小女孩心里，就是你们就是猫这样，会比较好的，或者是我是一个低等灵魂，所以我只能操控猫。对你有很多地方你要借由操控猫去绕可以走的路或者什么，是蛮有趣的第二个桥段啊。这个是我蛮喜欢的第二个部分，剩下就还好，就这样。有些地方出现灵魂蛮什么没有意义。也就只能省时间而已，因为那边不会出现恶魔拉你，所以你他路上会有那种飘着的灵魂，那些是没有帮助的。或许可以出比较，如果要出收集品要素的话，可能可以出，或 也有可能是我没有找到，可能可以出那种你一开始最比较菜的时候可以只能用船的那种灵魂，然后比方说你船上去可以拿到收集品，这样可能会比较有趣一点吧。剩下是应该要让玩家可以自由的回去某些地方，因为像最后进剧情就不行了。那你应该有一个档案的时间点，是你还可以回去把收集品走完。因为像我其实这样游戏没有任何一个收集品拿完的，那可以看到一些额外的故事，我觉得比较好的。好，就这个样子，是我游戏评价。大概以满分十分而言，如果艾希上的评分多少？18分还是10分？八分。这个分数应该也是，这个游戏的分数应该是蛮高的，大概应该有个7.5到8吧，应该有接近8吧。本身还是一个很好的游戏，但是缺点是它价格还是很硬，它现在还是要840，就是要接近30倍。我们昨天有说过哪边 G2A 上面有便宜的序号可以找一下，那就这个样子了。好，我们今天时光到这边了。不错了，还算好游戏了，对不对？时间也没有很长啊，我全部硬打。我现在到现在几点？6:40，我们花了3个小时讲，所以昨天打5小时，今天打成真的8到9小时会打完。长度是可以接受的，游戏不会非常的辣。燃烧生命，呵，就这样，帅了，不，你今天说到这边，谢谢大家。不过没有什么音乐是另外一个缺点，我要睡着，我昨天差点玩睡着。好，就这样，不。塞勒姆，1962年塞勒姆审巫案。所以其实他在讲哦，所以其实那个女生出第一次出现介绍的时候，应该就知道哦，他的制作公司跟发行厂商不一样，他制作公司还在吗 ？Air Right Games 有一查啊，收了这样。
看我这叫量子危机，就叫哐，他真扛着。他做过游戏只有红这一款，2014年之后再也没有做任何游戏，是不是倒了、啊？这间还在不在啊？这间？2014年7月，哦，2014 default 这是。